其实有些地方永远都去不了，但我还是静下来了。羡慕别人可以去的城，我们又凭什么不能？一看那些地方就是你会喜欢的，我就默默存下来了。耗费几天几夜又有多难呢？我不想要用缘分解释的人生，慢慢假的也像是真的，愿望清单里的都是以为能够实现的梦想，一个一个完成了删去了，最后也只剩下一个你了。一看那些地方就是你会喜欢的，我就存下来了。耗费几天几夜又有多难呢？我不想要用缘分解释的人生，慢慢假的也像是真的，愿望清单里的都是以为能够实现的梦想，一个一个完成了删去了，最后也只剩下一个你了。就算是假的我也当真了，口袋名单里的还搁在那里，无法完成，才知道许了愿望就代表遗憾，而你是所有愿望里最难实现的那个。有时候制造记忆的不是旅程，而是出发之时没同行的人。